盘冰扇。哇，好厉害哦。怎么了？没错，月圆之夜最适合挑战寒冰扇了。材料非常简单，想要做出寒冰扇晶莹剔透的感觉，就要用二素糖哦，倒入一大把糖和清水，糖和水的比例是10:1，加热搅拌，把糖化开，变成透明就可以了。用蝶豆花调制出水蓝的颜色，一张油纸，在百宝箱里掏出一个扇柄模具，小心翼翼地填满缝隙，在油纸上滴6个小水滴，复制粘贴非常简单。画一个冰花，贴上水滴，形成寒冰部分。在油纸上预先画好扇形，用糖勾边，扇面就自由地滴上去，全部填满。放凉凝固的扇柄脱模。接下来就是我最擅长的手工课啦，用糖把组件都粘起来。扇骨忘做了。直接用画的吧，开心马上就能拥有一把寒冰扇了。雷鸣扇！怎么是碎片？还好我会倒带。